如果我们常常祈祷，有这么多人常常祈祷，这个灾难不断地往后推延。如果是能够有多数人，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100个人当中有一个，哦，这个数字就很大了。那现在世界人口将近70亿，1%的人善心来祈祷，那个99个人都沾光了。这个说明啊，善的力量啊，不可思议啊！恶的力量固然不可思议，善的力量更不可思议。你看，一个人善，99个不善的，他都能够把它平衡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得到科学的证明，更有信心了。为了度他，帮助别人，为了帮助自己，我们应当用真诚心来祈祷。那么佛门里面还有一个通常的方法，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的。当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环境遇到有重大灾难的时候，佛教给我们念观世音菩萨，这个灾难可以化解。为什么念观世音菩萨才能化解呢？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呀！念观音菩萨了，要把自己自性里面的慈悲心念出来。不再以恶意看人，不再以恶意对万物，这个环境就改变了。所以是境随心转了，很有道理的，这不是迷信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来做这个效果比不明白道理要殊胜很多。不明白道理你照做也有效，效力比较小一点，明白这个道理去做的时候效力很大了。所以知道呢，一切繁盛的字体就是空寂这两个字。繁盛是迷雾造成的，环境上面去这个吉凶是善恶念头造成的。这我们就知道怎么修了。修行人最重要的不能有恶念。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处处要给大众做个好样子，那就是度众生，那就叫无量功德了。好样子从哪里做起？我们刚才讲了，
要从化解自己内心深处的烦恼习气做起。啊，内心里面最深的、最严重的烦恼习气，我们就抓着两样，一个是控制，一个是占有。啊，能把这两个念头淡化了，你的身心就会起了作用。啊，起什么作用呢？佛经上讲的，烦恼轻了，智慧长了，啊，相貌转了，体质也转了，啊，相随心转嘛，啊，相貌变成什么？变成慈悲清净，啊，身体变成了健康长寿。啊，这肯定的。那你生活的周边环境，纵然其他的人心行不善，啊，有这些恶业，可是你在此地行善，这个善的，我们这里讲毫光啊，啊，讲这个毛光啊。这讲我刚讲磁场啊，善的磁场跟不善的磁场合起来之后，会把不善的磁场改变了。啊，善跟不善要合合的时候，啊，善磁场降低了，不善的磁场是要化解了一些了，这就是灾难减轻了。灾难的时间就很短了，就不会很长啊。这里都有道理，不是迷信的，是事实啊。那么知道啊，法性是空寂，叫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外面的境界？观身缘起如故乡。佛在经上常讲，说一切法如故乡。谷是山谷，啊，响是回音。我想很多同学到郊外去旅行的时候有这个经验，在山谷里面呢，啊，长啸一声，你听到的回音，啊，那个回音呢，是你自己的心声呐，不是山真有声音呐。是回音，佛用这个比喻，万法为心。从这个地方，你能够体会到什么？法法是心，尘尘是道。你才真正体会到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本自具足，这的第三句话说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
一微尘里都圆满具足，啊，如果要不是这个道理，今天许多现象啊，没法子解释，啊，解释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宗教里面就是是上帝造的，哎呀，再问上帝怎么造的，没人知道。那只有上帝知道啊！你比如说人啊，在最初受孕的时候，这个在佛法里面叫石头胎啊，啊，色受孕之后就叫名色，他为什么会在母亲肚子里头十个月就变成一个人啊？这个人是外面这个六根呢，里面是五脏六腑啊，他为什么就长得那么齐全？这谁造的？啊，人是这个样子。你再细心观察许多动物，也是这个样子的。啊，再小的麻雀，常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构造跟人是一样的。啊，只是把缩小了，谁造的？啊，麻雀在没有长成的时候，在它的蛋壳里头，那个小小小蛋里面。那它孵出来之后为什么那么样圆满？你今天用机器造都造不出来。佛家这个道理讲得清楚啊，啊，是吧？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啊，啊，六祖开悟的时候第三句就是这个。这没有因缘的，没有因，没有缘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一粒微尘里面就具足圆满。啊，那我们身上每个细胞，细胞在分析就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再分变成夸克。佛法讲微尘，啊，讲色聚即微，即微之微，啊，再小的一粒微尘，它具足是圆满的，啊，见闻觉知色声香味，它圆满的，啊，小宇宙跟大宇宙不二啊，是一不是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了，我们的身啊，这叫相啊，法相啊，遍虚空法界，不好懂啊，毛光照一。好像有一点明白了，啊，为什么呢？我们的念头啊，起心动念与这个范围啊
是虚空法界。不论是你有意无意，只要你起个念头，这个念头是波动，法界虚空界像一个大海一样，你起个念头，不管是善念是恶念，这你起个波动了，这个波动慢慢慢慢的话，它就能达到遍法界虚空界。我们讲慢慢的，好像水波的时候，一波一波，你看它能够满池，它都波动到了。我们起心念头太快，一刹那之间就变了，就变满虚空法界了。所以今天讲的是光波、电磁波，跟我们心里念头那个波的时候不能比呀。光波一秒钟才30万公里，我们这里不要一秒钟啊，一念立刻就是变法界虚空界。这就是讲我们此地讲的毛光照一眼。这是佛经里面讲的科学。现在科学还达不到啊！那么佛经上给我们讲了，到你见性的时候，也就是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六根互用。我闭着眼睛能看东西，为什么呢？全身能看到。不用耳朵能听东西，眼睛能看也能听，也能嗅也能尝，摆在那里，那个食物摆在那边，你不需要去接触，你这一看什么味道已经尝到了，那六根互用。为什么会互用呢？一个心。科学到这个程度还相当遥远呢。不用任何机械，一切众生心里面想的全知道。为什么呢？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你要是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就是你要不要学佛，你要不要成佛，你想我希望赶快成就。为什么呢？真正圆满的智慧的能啊，相好啊，通通具足啊。看了六祖慧能大师这几句话了，就无限的羡慕啊。而且感到什么呢？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他能得到我也可以得到。这个事情不是求人。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世间事最难的是求人难啊，是求自己不求人。只要你肯放下，你肯放下阿罗，放下这个执着，那就很了不起了，阿罗汉了。那么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济公，济公是出现在南宋，跟岳飞同时代的人，宋高宗的时代，他那神通是真的。小说里头当然有渲染，但是《高僧传》里面的《济公传》记载的很详细。我记得好像有好几卷，
啊，不是一小段，很长。啊，那真的。啊，这近代又出现了一个。民国初年，抗战期间。啊，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啊，他呢一生的形象跟过去的济公啊很相似。啊，用现在的话说了，有很高的特异功能。啊，那么他的穿着，不是一身呢，就一件衣服，里面一个小这个小褂，外头一个大袍，冬天也穿这个，夏天也穿这个，对，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啊，一年四季就是一件衣服。啊，人非常随和，啊，也用他的法术给人治病，什么疑难杂症，啊，也是像济公一样，身上粗粗的说给他吃了病就好了，啊，一生没洗过澡，啊，这个衣领当然都很肮脏。啊，可是闻一闻的时候香气，啊，不但香气，那个香气能治病，啊，这是出现在抗战期间的，啊，早年我在台湾，啊。台湾有两位法师给他写的一些传奇的故事，啊，一个是主因法师，一个是乐观法师，啊，主因法师是到处打听，哎，妙善法师的故事，写成一本。乐观法师曾经跟他在一起住过四个月，对他很了解，啊，很佩服。啊，因为这个法师不吃戒，很邋遢，啊，所以最初的时候，他有点瞧不起他，啊，可是他心里想的什么呢？这个法师都给说出来，我最后才知道这个人了不起，啊，不敢轻视，啊，你起心动念，他知道。所以这个没有别的，我们现在完全了解，他不过就是分别执着放下了一些，他的心比我们清净，啊，我们心里头有贪嗔痴慢，也就是说我们有占有有控制的念头，他没有，他真的是游戏人间，啊，什么人去想他，这个提他，哎，他就出现了，啊，不知道他是分身还是怎么，啊，只要人想他提他，哎，他就会出现，真的显示出万法是心的，啊，心没有心相，心是万法，啊，心是真正不可思议。
啊，要记住本自具足啊，具足无量智慧，万德万能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佛不骗人啊！一切众生的心是一个心，真的，就像现在科学家发现的信息照片啊，全信照片。一微尘里面有圆满的宇宙，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从哪里？你自心变现的，自心弥陀啊，自心释迦了，自心弥勒。自信变现的，离开自信啊，什么都没有啊。那你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所见遇到的一切人事物，全是自信变现的。了解这些事实真相，你才真的放下了。你才不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了啊，心上本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我们今天心里面是夹杂一点肮脏东西在里面，虽然什么都有的时候，它什么都不起作用了。为什么？障碍了啊，只要把障碍去掉，内自信现前，外一真法界现前，哎，诸法实相啊，啊，所以我们观身如故相，观色也如是啊。啊，观香、观味、观触，亦复如是。啊，这样子才能够转境界。啊，楞严上说得好啊，若能转境啊，则通如来。你不被境界转了，你能转境界就得大自在啊！人道能转境界了，所有灾难都化解了，所有的业障呢都消除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羞耻，达不到这样的境界，那还是要随业流转。啊，凡夫在六道的轮回是受业力主宰，不是别人的，没人主宰你。佛菩萨不管这个事情啊，啊，所以道理要懂啊，一是自己造的啊，自作自受，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啊，有一些人不懂得了，受了冤屈是怨天尤人，错了，大错特错啊！啊，受果报的时候又造恶业啊，那他这个恶因恶果永远在循环，很苦啊，这些苦都不是真的。佛经祖师都常常用梦境做比喻啊，经典里面跟我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祖师给我们讲，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只要去掉执着，这个境界就显现了啊，能够再把分别放下了。那境界更殊胜了，菩萨境界了。所以要不断向上提升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把握啊？为什么呢？障碍排除了啊，心地清净的啊，与这个世界没有贪念，没有怨恨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愚痴，贪嗔痴没有了啊。对待人，对待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呢，包括九法界，包括对花草树木啊，蚊虫蚂蚁都是用啊谦卑的心啊。为什么呢？觉悟的人晓得，蚊虫蚂蚁它本来是佛，它过去生中造的业的很重，所以得这么一个身相啊，你不要看那相，你看他的心，他是佛心啊。所有动物都有佛心，所有的植物啊，一根小草，一片树叶，他的发心啊。你见性不着相，自然呢，这个谦卑的心就升起来了啊。这是菩提心的根啊！啊，我们今天讲根本啊，这是心得了，这个得好啊！啊，中国人讲易经，64卦。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吉都有凶，唯独谦，谦虚，这是64卦之一，六爻皆吉没有凶。我们今天讲去吉避凶，你懂得这个卦你就明了了，你就能把一切凶事包括灾难通通避免掉了，谦虚不能有丝毫傲慢呢、啊傲慢什么？傲慢就招来的凶灾，谦虚是化解凶灾。你能学会这一点，你一生幸福圆满，不遭凶这个凶灾
啊，那么跟从这个地方呢，再建立，懂得尊重别人。在佛法讲呢，那法缘就殊胜了。啊，人是凡夫，哪一个不喜欢别人尊敬他呢？啊，唯有谦虚的人才能做到。啊，所以懂得尊重。啊，懂得真正的敬爱。啊，为什么？他是佛。啊，用我们凡夫说呢，他是未来佛。用佛法来讲呢，他现在就是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本来是佛，只是现在他有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他的佛性。啊，这个障碍了你要听清楚，不是真的障碍了。啊，真的没有障碍，没障碍他的自信，也没有障碍外面法相。啊，只是他心里面有这么多疑虑在里头，就这东西讨麻烦，他没有把它放下。啊，其实妄想分别执着啊，是错误的、虚妄的。抽象概念，那我们这当然可以加一个相续的，啊，错误、虚妄、相似的抽象概念，相续的，这个东西起了作用啊，把本来是佛了，变成了凡夫。凡夫跟佛无二无别，是一不是二。啊，这一层东西的时候，凡夫份上认为有，佛菩萨眼睛里没有，这个事实真相你要能够体会啊。就好像啊，我们另外举个比喻，啊，一个好人，他喝酒酒醉了，发酒疯，啊，你对他是不是很尊重？这好人呐，真是好人呐，现在发酒疯啊，啊，知道发酒疯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他清醒过了就好了，啊，你发酒疯的时候。他那些言论行为你绝对不会责怪他，佛菩萨看六道众生呢，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六道众生在发酒疯啊，啊，马明菩萨说得很好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是不觉，不觉本无。啊，本无当然可以除掉，本有当然可以恢复，这肯定的嘛。啊，所以我们有清净心，本有的；我们有不生。啊，所以你怕什么？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没有生灭。啊，本自具足，你还求什么？什么都不要求了。
本不动摇，你心是清净的啊，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是虚妄的啊，真心从来没动过念头。所以意念不就是虚妄啊？佛法里称为妄心，不是真心啊。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哪有不同，哪有障碍，没这个道理啊，没障碍啊。啊，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啊，虽然不是亲证，佛说的，祖师说的，决定是真实，不是假的，我们能肯定，这是自己的自信。从这个地方呢，升起自爱呀，你对自己会很珍重啊！啊，这个心升起来之后，你才真的有愿望，那不是假的。我希望恢复，我不要在六道里再受苦。我不想再搞轮回了，我要回头了，回头是岸啊！只要你肯，没有一个不能回头。为什么呢？外面没有障碍啊！你回不了头，就是因为你放不下虚而不实的烦恼习气啊！你放不下你的错误，你的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错误的做法，都你放不下啊！放不下是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经教的熏习，这才知道重要啊！我们对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才升起真正感恩的心啊！太难得了啊！所以修福，不天天在经教里熏习，怎么会醒悟过来？啊，你怎么能回得了头？啊，那么现在的学习比从前方便太多了。啊，现在人不能像从前大道场，啊，大众在一起熏修。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福报比不上古人，差太远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我们比古人的福报大多了，大得太多了。那从哪里看呢？从远程教学看。啊，现在有卫星电视，有网际网络。啊，涵盖着全球。啊，无论在什么地方，远隔重洋，也如同面对面谈话一样，这从前做不到啊！啊，这是现代人的福，跟从前人福不一样。啊，现在不需要像古人一样啊，
到处参学，不需要啊，你在你自己家里面，只要有一个电脑，你就天天可以跟啊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同修一起学习。啊，学讲经也不例外。啊，讲经能有一个啊，这个场所当然很好。没有场所呢，一样成就。啊，只要你懂方法。你把你自己这一生的方向目标确定，锲而不舍，绝无动摇，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凡是真正成就的人，都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这个诸位你要懂。啊，怎么成就呢？是自己奋发努力成就的。啊，老师只是指路啊，指个方向，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呀。你自己要不走，跟老师跟一辈子，你也达不到目标啊，没有用啊。啊，所以要自己走。啊，在中国，你看孔子怎么成就的？孟子怎么成就的？你不就明白了吗？啊，在佛门里面，你看看释迦怎么成就的？在中国这些祖师大德怎么成就的？都是自己修成的。到最后请一个善知识给你印证，你们看坛经啊，六祖大师一生成就了43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他境界相同的啊，他是怎么教人呢？他不是教的，是那些人修成请他做证明啊，他一证明就变成他的学生了啊，他是给人做见证的，证明你真的开悟了。所以功夫全是自己的啊，那么自己要成就、一定要记住4个根，在家同学要成就啊，也要扎4个根，4个根的4品8闻啊，这4个根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啊，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仪啊，在家也要做到，切实做到，100%的做到，然后一门深入，10年熏修。啊，10年就这一门，你决定是一代祖师啊，你真成就了。无论在什么环境，顺境逆境，锲而不舍
有福报的，不要工作。啊，换一句话是，衣食住行有人照顾，而有福报的，全心全力的在干呢。没有福报的呢，还在工作养活自己。啊，工作之余，全心全力学习。一样成就啊！啊，十年专攻一样，心定了，定能开慧呀！啊，慧就一切都通了。啊，所以你不能同时搞两门三门呐、啊，两门三门呢，你的心力分散了，不能集中。啊，换一句话是。你要学这些皮毛常识没问题，你要从一部经论上得三昧啊，你学无量寿经念佛三昧，你学华严经华严三昧，你学金刚般若经金刚三昧，那就开智慧了。啊，那么你要想得三昧，三昧是清净心，三昧是定，啊，清净心、平等心，你一定要放下。啊，如果你还有名利心，还有贪图五欲六尘享受的心，那这一生没指望。你照我这个方法去做，你能成为一个位学者啊，就是佛学家，不错，世间名闻利养你可以获得啊，这个世间的荣耀啊名利啊你可以得到，了生死出三界啊，明心见性的没分这些道理境界事实你全都了解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啊！你要来找我，我一点保留都没有，全部都给你说明白了，说清楚了。啊，那么现在时间还剩两分钟，我听到同学告诉我，啊，说现在这个事，七八月的时候。有灾难啊，很多人呢要什么囤积粮食啊，这是错误的啊。那么这个灾难是传说，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靠不住，只可以作为参考，不能完全相信。但是它里面有个建议，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应当要做。建议叫我们这两个月当中啊，吃斋，就吃素，素食。啊，念观世音菩萨，这好事情。啊，这个我们应当要去做的。啊，不管他有没有灾难，这样做的时候决定能够化解灾难，有灾难化解了，没有灾难呢，这也是功德啊，决定是有利而没有负面的啊，有利无害啊，应该要去做啊。
现在这个世界，无论在中国外国啊，这些奇奇怪怪的传说的很多很多。我希望同学的时候不要相信啊，为什么呢？你相信这个，你心就乱了。佛法叫你得三昧呀，你的三昧不能成功了。那么这些扰乱你、破坏你、让你不能得清净心，这都是魔啊，这不是佛 啊，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啊，真的有人送给你啊，你顶多说参考，不要放在心上，要把佛放在心上，要把佛陀教诲放在心上，这就正确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